今餐都是15分钟。如果可以买到黑豆浆就买黑豆浆啦，买不到呢就买芝麻豆浆。首先煮热咗啲芝麻豆浆先，切好咗嗰啲鸡就喺热好晒之后滚晒之后就放落去啲热豆浆度。嗱，个火而家收细佢，跟住冚盖，熄火。10分钟到啦，就揭开个盖，基本上都熟噶啦，就食得啦。